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欢迎小三的正能量男朋友汤臣。那交给你喽，正能量哥，可以说点话吗？可以说点话吗？我有点要生气了。来了，准备好了，来。OK， 够了吗？可以。
谢。哎，有点尴尬。再给我们点数，掌声好吗？我觉得刚好，刚好，刚好，好听吗？